诚信立足创新致远，欢迎大家来到洛阳宏源轴承，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软材轴承的安装方法。与一般轴承相比 ，HRT 系列轴承精度较高，因此在安装使用时也需要更加小心谨慎，否则会严重影响轴承的精度和使用寿命。在轴承的搬运过程中，一定要轻拿轻放，连接螺栓保证了轴承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。为了使轴承对中更容易，安装前要松开轴承自身的连接螺栓，并在安装后拧紧或取下。根据给定的拧紧力矩，用力矩扳手安装，按十字交叉法分步骤依次拧紧，过程分三个阶段拧紧，最后一次达到螺栓拧紧力矩。拧紧固定螺栓的同时，边转动轴承。关于轴承，你还想了解什么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